你会不会开嘛？我会开啊。你确定会开？你开了多久的车？开了几年的车？我2014年考的驾照。2014年考的驾照，开了多久？哎，偶尔开嘛，我会开，你放心嘛。撞了要赔的啊，没保险的哈。买保险吧。没有。你上车吧。嗯，说你驾照也没有。我没驾照，我没驾照。要收嘛？嗯，女司机吗？对，女司机，他带他去买东西，他带他去买东西。嗨，女司机，嗨。然后呢？然后看一下那个油门踩住。油门是哪个？刹车踩住吧。啊，刹车踩住。刹车左边吧，油门右边是吗？嗯。哎，别。哎呀，别看。我问一下，你会开车？我就确认一下，我确认一下，确认一下吧。刹车踩住了，不是那个是档，雨刮是这个。我想了吗？我开过吗？你有小小姐真是，那不是啊。好，不要吹风，不要吹风，太冷了。踩油门，哎，还冲着出去了哈！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这个坡慢点。哎呦，你慢点儿！我哪里开不慢了吗？我开很快吗？不是你出弯了。哎，我28，你说我快，我还没跑步快。我的妈呀！别紧张好不好？右边，我导航好。不用导航，我这认得道路的。就说你认得道路。你开正道啊！你。